轻松徐速举办了一个赏金赛啊，前面三场没有任何的限制，打到第五场的时候就可以得到30米。我去，我这个德鲁兰呢必须过来挑战一下啊！这个就是老爷徐速啊，先看一下他的阵型啊，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挑战到第五场啊。这个阵型的话，如果说侧打的是比较难打的，可以尝试一手反捅德鲁兰。那么我们的德鲁啊，带错了啊，得把天使啊改成德鲁啊，必须带五个啊。考虑到我们的德鲁兰是一级的，那我们就直接发起进攻啊。这一把我必须直接反捅滚木车啊，这个跳弹加农炮不太好打呀，天勇的话想点的话压力是比较大的啊，那就不点了，只要永王前戏断个边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左边方向的话放一个雪怪吧，啊，我忘带小永王了，我带的是狂暴光环，那这把压力可就大了啊。雪怪龙宝断边点掉直接走了啊，这边前面直接放十轮扛伤，然后放永王，蓝胖再放一个，第一个超炸开这堵城墙，开的是哪堵城墙？这奇怪的超炸，但是超炸感觉也还行。这里直接放古墓车，这两个德鲁兰应该是刚好合适。部队全部往左边方向走，放一个法师断边。啊啊啊！什么情况？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吗？这，没事，我们这边后面是有德鲁一的啊，是能奶住的啊，没有关系啊。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的，咱们给上一发性感的毒药啊。左边方向闰土收尾，女王的话没关系了，补上一瓶狂暴再往前面靠一下，然后的话我们这边德鲁伊还能奶得住吗？不知道，往前面走，先别管那么多，给上一发性感弹跳，往右边方向冰冻冰一下对面大本。哇，这有点溜边，这德鲁伊能顶得住吗？补上狂暴，给上一手隐身，我觉得这两个蓝胖应该是能打的，一个气球加一个亡灵是能把这个法师塔打掉的。然后蓝胖的话把大门打掉，下面有闰土收尾，好，左边方向滚过去，好妙。上面的话我们可以先不管那么多啊，先不用放啊，因为我们闰土是有技能的，虽然说我闰土那个技能等级不高啊，但是的话凭借我这一把女王溜边永王溜边金身白给啊，也是成功拿下第一把，搞了一波非常紧张刺激的节目效果。来，咱们直接第二把，第二把的话又来了，先看一下阵型，这个阵型如果说反捅超蓝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。左边方向有一个闰土，我们天勇可以白嫖，那这一把我们一定要带上小永王了，不能再这样乱搞了，把雪怪和这个亡灵改成小永王。 OK， 来我们直接发起进攻，永王点左边方向把闰土打掉，第一个超炸的话往这个方向给吧，看看能不能爆点一下，好，哎呦，这超炸给的也还好，龙宝断边，然后的话蛮王往右边方向留边啊，这个位置的话要白嫖对面的闰土的啊。好，这边放一个德鲁伊奶一下，好，提前放蛮王断边啊，超炸的话开启前面的城墙让蛮王进去啊，这一把反捅滚木车我总感觉怪怪的啊，哎，这永王什么情况啊，哎，往这边点也行啊，石头人先扛一下伤害，跟蓝胖永王也是小永王，然后的话这个德鲁伊马上要那个啥了，气球扛一下伤害，这边的话咱们放出滚木车，一个超大开始也慢慢开大招啊，把这个擎天柱打掉。 OK， 那咱们两个德鲁伊往前面走了还行，应该部队会往右边方向绕啊，这里话给上第一瓶狂暴，先不用管那么多，再给上一个小的咱们的德鲁伊，小永王怪怪的，不知道为啥，这里补上一瓶狂暴，对面云兵没有改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德鲁伊的话先这个右边方向再收个尾啊，这个时候开启金色了，感觉好像这部队怪怪的啊，现在放的话我怕他奶这个蓝胖啊，这个德鲁伊从这个位置放进去吧，这里给上一瓶狂暴，我觉得的话有点小压力，给上一个隐身弹跳往右边方向走，把大本打掉了，这边的话一个超气把对面隐身塔激活，一激活部队溜边往右边方向走，这个跳弹胶弄炮压力比较大，中间的话我看怎么个给法啊，这狂暴怎么给，狂暴给这个位置吧，天使给技能，下面这个我就知道这个德鲁伊绝对会演我的，他跑过来奶这个残血的，可恶的德鲁伊啊，收个尾，他隐身塔马上要激活了，冰冻冰一下啊，妈呀你别打了，女王都快死了还打呢，甩技能猎手秒一下蛮王，单头的跳，哇，这个大野猪给我打的麻了，妈呀 这大炸给我整的迷糊了，冰冻动一下啊，妈这头大头石头的呀，妈呀这赶紧打掉赶紧打掉，特别是隐身塔，隐身塔赶紧打掉，隐身塔打掉漂亮，这两个野猪可以扛一下伤害，哦，说出来这两个熊啊，哎呦，哎呀这隐身，妈呀什么鬼，小狐狸好，还有三十秒钟时间，蓝胖有机会吗，女王这干嘛呀，女王没超炸了，蓝胖应该是满血的还能滚，你就明眼你就赢，哎呀这个女王气死我了，8.8米没了呀，气死我了呀。